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了、各位家长、各位小朋友，那么还有各位来宾呢。那么莅临今天我们台北市国税局所主办的税情百年嘉年华，我这边呢特别感谢呢主持人，还感谢呢我们自来水公司提供那么好的场地，那更感谢联合报系呢帮我们举办这么精彩、那么多彩多姿的活动。掌的双手，把我们的发票呢赠送给我们的综艺福利事业基金会，由我们的高秘书高院长来代为接受。当然喽，昨天的风雨交加，今天的艳阳高照，都是现场每位好朋友您的爱心代表了我们的福利事业呢基金会，那致敬的感谢状给我们的陈中建陈局长。等一下，来你先拿一下，轻点来，这个刚好。三张的发票，当月份的发票已经看到我们今天大会的这个。